爸爸们妈妈气着了，像唰，爸爸，你说妈妈有没有可能言善呢？基本没有这可能，应该是真生气走了。万一毒气藏鞋柜里了呢？你开门找呢？好家伙的，我宁可相信他隐身了，藏鞋柜里可还行，跟咒怨似的，太吓人了。要不你切手指头给妈妈赔罪吧？我凭嘛切手指头？再说两口打架根本也用不着切手指头。可是万一离婚了，我跟我妈还能留个对你的纪念？哥，你压根就没预备站在我这头，对吗？我比你妈差哪儿了？你没有他蹲实。别看爸爸瘦，爸爸都是腱子肉。还会做饭？得，到位了，弟弟。弟弟，爸爸今天就给你展现一下实力，我来做顿饭。你那是什么眼神儿？说，看爸爸给你做一真男人炒饭。真男人，真男人，真男人，真男人炒饭。如果让你切手指头赔罪和净身出户，你选哪个？哎呦我去，这倒霉孩子，我都想给你来俩大波拐子了。别让我分心行吗？真切着了。说，爸爸手术做得成功吗？啊，成功成功。人家没有福尔马林，拿白酒行吗？我不会切手指头，你别想了，我就好歹包包就可以了。你看，那不是我的贷款超人大战机械座头市20周年限量典藏版创可贴吗？我本来留着传辈呢。甭琢磨传辈了，你这脑瓜能找到对象，我们都不挑物种。那你就提前传授我一点找对象的经验嘛，真男人广志。这你算问到点上了。要说起来，谈论爱这方面，爸爸年轻时那的确有一套。多那一套，几个鸡蛋呢？宝贝儿，你那脑都饿飘了，不是煎脖子。爸爸年轻时那可是言称北齐玉，浪荡情场定海针，一见广志误终身。做厨师漂漂亮亮，白净净，妇女之友，翻江小带鱼广志。小带鱼是根据江燕子起的吗？可能有点这原因。那带鱼也不带江的呀。哎，所以我妈跟你结婚是因为抵抗力好吗？不是，你妈当时鼻炎，我把她那药都换成 M 豆了，她没闻出来。爸爸啊，你是不是偷偷想过，如果换个老婆的话？嗨，那怎么可能呢？就是那样那样的啊，就那样那样的。不过想想也不错啊。哎，就前面身材那样似的那样似的，然后就穿衣服那样似的那样似的。广志，其实那样也挺好的。你不是我幻想出来的吧？活的。你都听见了？嗯。从哪部分开始的？身材那样的，穿的那样的。不是，你听我跟你说啊，这个那样的不是那样。你不用跟我解释，反正不是我这样的就对了。不是不是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啊。爸爸，你也真是的，什么小带鱼、妇女之友，妈妈那么完美，你还不满足？男人原来都是这个样子的啊！明明是你带头的。您去整那样的吧啊！拜拜。不怎么样，你听我说，真不如你想的那样。你也不用跟我说，我根本也不想听。不是媳妇儿，你听我跟你狡辩。你用不着管我狡辩，你给我松手，你别拦着我。不是，你往那儿干嘛去？你别拿棍子，你别拿棍子，行吗？那有话好好说，行不行？哎呦，好家伙，渴死我了，都我动大手。谁让你跟我动手的？你干什么跟我动手了？出现了美颜的秘籍。媳妇儿。